好，我是大梅。看我身后，大海已经化冰了。马上下去了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特别暖和。走了 ，Let's go。呀嘿！我刚下来看到这个螃蟹，你看，都已经成了一个小杆了。就它临走之前还不忘整一个 pose， 这太惨了，都成杆了。哎，这个带着也行行。哇，哎，好多月牙贝哟、哦！就以前月牙贝很少看到，现在今天就看到月牙贝。这边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月牙贝，都是。你看到吗？天哪，我以为这个是壳呢，你看，这个还带肉呢，还没臭，这个还没有臭，但是不太新鲜，晒的时间有点长，就感觉要脱壳。这个带着，好幸运呢。哇，这每走一步都有货。哇，这个皮皮虾好大哦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看到没有，身体已经发黑了，这个都已经不新鲜了，咱不要了，来晚了。哇，这个小白鸽都伸出舌头了，这个个头太小了吧，这个小可爱，一丢丢。这边应该来不少，这个太可爱了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是在呼吸的，噗呲噗呲的。刚刚一看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得白点，哇，这好玩，它已经卧进去了 ，Come on baby， 哇，漂亮，八爪，哇，今天天气暖和了，这个八爪都出来了，哎呦，这边还喷了墨汁呢，洗洗。洗白白，哇，漂亮！这个小脑袋已经探出来，这个还挺会藏的，藏到这边来。呀嘿，哦，我以为它吐沫了呢，这个，呜、哦，变小了。它下面这个泥是一团黑泥，哇，我以为下面还有那个墨鱼呢，还有八爪，这不是，走了。看到这个有猫眼螺，哎，这是一个猫眼螺的小壳哦，好漂亮这个，这给它戴着像眼睛吧，是不是在盯着你？毛哥都躲在这个小泥坑里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刚嘴巴还是闭上的，一听我讲话然后又闭起来了，特别敏感，这两个凑一对吧，啊、嗯，好好过日子啊。看这边有好多这个紫菜，这个紫菜都是被海浪给冲下来的。这，这是活的还是死的？这玩意儿，哎呦，天哪！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一条傻瓜鱼，傻瓜鱼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天能活下来，这个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这应该不是这，哎，你看它后面还有这个小虫子，这个小虫子就像我们人身体上那个头发上那个小虱子似的。专门吸它的血跟肉呢，把它拿下来。啊！天，怎么还腰扔呢？这个鱼，这个怎么拿不下来啊？天哪，好恶心呢！哦，是不是跟你身上那个小虱子特别像？有点恶心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梅，我现在正在华少的。公司应该是他直播的一个公司，现在在背稿，我还有10分钟就到我了，好激动啊！先背稿了，终于能见到华少本人了。嘘，按桌前的说好的，好的。都进入了，我们一起去华少直播间去赶拍。两个字，紧张。三个字，很紧张，就很紧张，手都冒汗了。马上能见到华少本人吗？咱们欢迎这个张春梅来，欢迎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梅。哎，大梅好啊。那您今天这个，你是把什么带来了？海鲜，把我人带来了，就人来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小筐，小筐里边是什么？对，我带了一个，我知道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那个，海鲜。哎，我当然了，但是能力有限，因为海鲜运输比较麻烦啊，所以我带了海鲜酱。哦，海鲜酱哦，有点失望，这是谁失望？
海鲜酱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我是打开来一看的。来，我们今天直接告诉大家，这个150克一罐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今天三罐为一个单位吗？对，三罐为一个单位，三罐为一个单位卖给大家多少钱？历史最低价23.8，顺丰、京东包邮。23.8，三罐啊。对，23.8，大美很多人都认识，好多人都说了支持大美，咱们直接上车了啊！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车。大美啊，难得来一趟，我也跟着好吃，确实好吃。最后咱们来，一样宝盖头，您给我们写个字。好，那就行。嗯。宽。对。为什么写的是宽呢？因为我生活在大海边，就是大海很宽，就是我希望就是在新的一年里，就是每个人遇到不开心的或者开心的事情，放宽心，每天开开心心。哎，心宽体盘啊，好，高高兴兴的。谢谢大美，谢谢大美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多朋友都认识大美，咱们欢迎大美经常来啊。好，来，这个也是我们北岛二的一个大礼包，送给我们大美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您那小方子我那样带走，这三罐我就不给您带走啊，这三罐可就留下了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美，谢谢。特别好吃，我跟你们说，特别好吃，真的特别好吃。